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干净，穿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我的灵魂。我还得复习。复习啊？考试题都拿到了还要复习啊？哎，要我说你多拿出点时间做好事，帮我朋友嘛，来消除你的业障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上课吧。要不然出来这么久是该多疑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乔妹，你不看看你包里装了什么东西吗？雷主任和你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，他每次叫我去办公室我就两句话。没错，您说的对。还有一句呢？就这两句话。没错，您说的对啊。哎，你帮我想想我现在该怎么办啊。到底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啊就得换一招。啥招？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哎，我记得。我还没吃呢。你减肥？你不减肥？我不减肥。快！哎，方雪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？反正这事儿不解决呢，我就要抵抗到最后。哎，要我说呀，雷主任不是喜欢让人脱外套吗？那我就干脆不穿校服去上课，看他让我脱啥。嗯，你这方法倒比黎明星好，我觉得至少更能突出抵抗的效果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效果很重要。大家听我说啊，我们动作太小，根本不会引起雷主任的重视。王雪，你消停点吧啊！哎，上次那个联名信呢，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。你们想，如果我们一起不穿校服，让全校都知道，我们高四一班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吧？上雷主任一定会给我们个说法的。放学，我觉得我们都高四了，闹这事还合适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听我说，甜甜昨天已经被监视器偷窥了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先脱了。小雪，我支持你，我也脱。上。拖出去了，拖了。未来，你怎么也拖了呀？我做我觉得正确的事情。说的对，我也拖。我也拖，我也拖，我也拖，我也拖。今天，来哪？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太刺激了。现在是课间操时间，请同学们尽快在操场集合。还没到达操场的同学，请加快速度。集合。高四一班那群人呢？坐了高四一班怎么都没来？干啥？快起来！
同学们呢，我真是小瞧你们，一点小事闹的是天翻地覆。方学不着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难道你们都要跟他一起堕落吗？未来李达。